Hello， 大师，那我们今天来一下我们的精灵乐章哦。那这是我们昨天影片的后续啦。我们八点的话，基本上有这个工会战哦。那工会战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现在要怎么去，好不好？我现在大家去哪里我都不知道。然后待会的话，他们好像会有那个会有指示吧？哇，全都在这边呢，全都站在这边。好，那八点的话准时开战的样子哦。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哦。因为我自己也是没有玩过这个工会战啦，我们来看一下工会战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好像会有就是工会频道这边的话，大家好像会那个就是那个告诉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了。我们就看一下接下来要干嘛哈，我们就先照着工会走，因为我自己也没有打过，然后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工会战的话，好像是我们的那个246吧，多少？反正会有那个哦，这边是不是前往战场？那我们要出去了。然后这边的话是哇，对面胜率 75% 欸，然后我们这边胜率才 50%。 好，那我们要前往战场了， Go Go。 他这个战场好像就是工会战，好像是礼拜二跟礼拜四还有礼拜几的时候会有哦。来来来，我们现在全部都在这里了，工会白沙战场哦，欸，很帅欸。他应该是下面是敌方的位置，然后我们有点像是要去 要去 打架那种感觉哦，真的有点帅。然后开战倒数九分钟 ，OK， 好，没有问题。好，我待会会直接加速，我会直接那个跳过这个九分钟这个东西，然后让大家那个就是直接看到我们后面的那个画面，不然这九分钟让他等等太久了，好不好？然后你各位进场了，我觉得我们这个工会真的还蛮闹的，好不好？一大堆班长啊，好不好？没有问题。那待会的话，我们这边会倒数个八分钟或是几分钟。那我们等到快要到的时候，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接下来要干什么东西哦。好，那这边的话，我们只剩下最后的四几秒了。那这边的话，我们的战术，他们好像是跟我们讲说，讲回防的话呢，我们就是那个要回来防守，但是我也不知道我们卡在哪里，好不好？但是他们说就是回来防守就对了，哦，没问题。然后这一次的话，我们目标他们说要攻敌南，敌南的就是敌方南方的意思吧，所以就是最下面这个位置。所以待会的话，我们就是全体的那个工会成员都会一起走，然后一起攻到最下面那个位置，应该是这样子，好不好？那如果有人说回防，我们就好不好？我们就回防啊。如果有人叫我们前进，我们就前进，好，没有什么问题。好，只剩下最后十秒了，大家准备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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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是一只坦克，完全没有输出的坦克，所以我等一下有可能会直接死，但这没关系，好不好？我们自在参加，各位出发啦！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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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样？开始了吗？好卡哦！哦，来来来，冲啊！抓你！冲啊！来来来来，全部冲起来，冲就冲起来！他们说要攻敌南啊，我们就攻敌南，好不好？没什么问题，感觉待会中间就会相遇了，好不好？你看这边有一个我方北据点跟敌方的北据点跟南据点这样子，那我们主要来说就是要攻击下面的位置，好不好？跟着大家走就对了。哎，开打了，毙他！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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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很痛哎、欸！我们血快没了，有没有补丝？帮我血加注！帮我血加注！哎，有人站着不动哎、欸，是不是手机太烂了？哎呦，我快死了，我快死了！哇，那好像不是重点，我们都被带歪了。我们现在已经快要到达敌方南方了，哦，敌方已经在打了哎、欸。那我是不是死了？哎、欸、哎、欸，我没死，我没死，有祭司，有祭司，祭司在帮我们补，没有问题。哇，下次打的时候应该把特效关掉，我完全不知道我在打什么东西，我没办法啊，我死了，好快哦。然后死了之后就会回家。哎、欸，哇哇哇哇哇，哎、欸，别人我们这边打好快哦，你看我们那个敌方南据点已经要被我们车掉了啦。哎、欸，我敌方南据点已经没了。那我们现在去哪里？北据点在哪里？这个吗？我们先防守一下。哦，他们在打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那个据点吧。我们现在防守一下。哇，我又死了。但是我这边还是有点小分数，还行。哇哇哇，我们的南据点，我们是不是要转去打别人的北方据点啦？我觉得要去打别人北方据点了啊。北方据点在哪里？
哦，好好，大家在绕了，大家在绕了，我们绕去北方据点吧。北方据点好像是在上面那个位置吧？对，我们就直接先去上面那个位置，不管他们了。你们尽量打哈，我们要去你们的北方据点了。哦，北方据点到底哪里呀、啊？这边吧，应该是这边。这边应该会有一个据点，好不好？我方南方据点即将摧毁，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这边的速度比较快一点点啊。对，这边，就这里了。北方据点，大家加油，拿下！工会战好火哟，可，看来是对了，好不好？这边就是北方据点了，所以 ，nice 各位，没有问题。所以这个模式的话，大概就是那个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两边，然后会有那个据点，然后我们这边是就打完了吗？还是还会有几场？还是工会战就是这样子？所以基本上就是我们要就是防守啦，要防守上面或是下面，然后下面的话基本上就是南方的据点，然后北方据点的话这边就没有问。哇，大家都有在输出呢，我是第44名啊，我没有击杀任何一个人，但是我战斗分数有1248。但是我们工会才几个人啊？我看一下啊、哦，工会有几个人？工会目前成员是有哦99哦，我有44名，我一半呢，我好像还不错，好不好？我好像还不错，还行。哇，这一次好像还蛮快的，因为他们这边有反应说好像很快，所以基本上一开始的话就是等待时间是10分钟，然后打完之后的话基本上就是要防守啦。然后我觉得下次应该要把特效关掉，要不然。太混乱了，哦，还不错哎，嗯，我们这边胜率 60% 了，还蛮好玩的，就是它真的是有大家一起去攻城略地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以前在玩线上游戏的时候啊，我就是比较没有办法，就是跟别人去打一些副本，因为像我的，因为我以前就是玩那种就是私人团啦，就是我们工会可能就只有5个人。那我们工会只有5个人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就是打这种这么大的这种国战这样子、喔。那像我们现在玩这游戏的话，我是跟就是路人工会，哇，真的是很嗨哎、欸。然后真的会有讲战术的、喔，然后到时候就是等我们等级那些用起来之后的话，我们应该就可以就是杀更多的敌人这样子。我觉得我们这个工会还蛮厉害的、欸，就是大家真的都蛮强的啦，蛮强的，真的还不错，好不好？至少可以就是打出一点点成绩这样子。Nice， 没有问题。好，那我们今天的话基本上就跟大家介绍就是我们的工会战了，好不好？那工会战这边的话我觉得是还蛮有趣的，然后它其实地图来说的话，我觉得地形之后有可能会做一波改变嘛，或什么之类，我不知道，反正有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地形的东西，然后大家可能就是要努力的去打那个打我们就是那个地图上的一些那个防御塔。但是我发现我根本就是一进去就直接被集火了，但是我们至少还是可以摸到个几下啦，还是要努力的练习一下等级哦、喔，因为这游戏基本上每一个人等级基本上都是拉的还蛮近的，它不会就是那个不会就是让你就是额外练更多一点的等级，所以你平常基本上就是一定要上线打一打、啊，不然其实你就会落后别人很多，因为大家每天都在冲等嘛。像现在来说，今天来说的话，我们开放的等级是55等哦、喔，所以我们在一等的话，我们就可以那个就是到达今天的上限了。所以到时候晚上的时候，我们再就是跟那个粉丝朋友们哦一起来组一下队伍，然后看让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到底是怎么练等的。因为今天我们就是这几天影片算是比较多，都是我们自己手控操控的部分啦，就是有趣的趣味性啊，或是我们这个工会战啊，都是我们自己要手动去操控的，会比较 OK 一点点。那像平常练等的时候就没有这么累，所以基本上大家可以就是白天啊或是晚上的时候，就是花一点点时间，然后跟大家一起打个副本，然后按他放那边自动战斗，然后你可能就可以去读个书啊，或是写点功课啊，或是看个电视啊，然后回来之后你就等级就满了，然后7:30的时候就来跟工会一起就是参加我们的舞会。然后如果是礼拜二或礼拜四或是礼拜，我看一下啊、喔，礼拜二或是礼拜四或是我们的那个礼拜六的时候晚上8点就会有我们的工会战。那如果你的工会战力很强大的话呢，基本上应该很快就像我们这样直接就是秒掉了，但是真的还蛮酷炫的啦啊！我就打酱油好不好？但是哎、欸，我至少有一半的名哎、欸，应该是99个人有没有没有所有人都有就是那个参加工会战啊。但我觉得这个工会战还蛮有趣的，而且一开始大家在那边信心喊话的时候，真的是还蛮嗨的，还蛮期待之后的一些工会的一些发展，到时候再来拍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那么今天先玩到这边啦，我是徐片，再见喽，大家拜拜啦！